粉丝说要看看唐三的老婆，宝贝先转过身来，美女要留长头发，特别长特别长。下巴要尖尖的才流行，鼻子长长的小点点，嘴巴不要太大，但嘴唇要丰满有弹性，再大眼更迷人，眼睛太大太吓人。涂上迷你红，头上来根金钗，长一些，稍加修饰，准备好辣眼睛了吗？哇哦，不错哟。